唐太宗李世民，开创著名的贞观之治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皇帝，他的文治武功人人称赞，好评指数5颗星。他从小跟随父亲征战沙场，是一个带兵打仗小能手。他就是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。李世民出生时，他的父亲李渊还是个隋朝的官员。当时的隋朝一把手隋炀帝杨广是个出了名的昏君，年仅19岁的李世民实在看不惯昏君杨广整天耗在宫中吃喝玩乐无所作为，开始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。当爸爸的李渊觉得儿子在理，于是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和右领军大都督，统帅三军起兵首都大兴，击败了隋朝大将。没多久，天下易主，李渊终于实现了皇帝梦，成了皇二代的李世民心想，老爸当上了皇帝，我如此卖命干活，功劳这么大，太子的位置肯定是我的了。谁知道李渊偏偏选了老大李建成当太子，只封自己为小小的秦王。这下心里不平衡的李世民开始打起了小算盘，他召集了一群骁勇善战的小伙伴，在自家门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，杀了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。最后当爸爸的李渊妥协了，既然你这么想要王位，那就给你吧。于是不久李渊退位，李世民即位，改年号为贞观。因为杨广的昏庸无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李世民刚上任的时候只有200万户百姓。立志要做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经常以隋朝为戒，他还要求大臣们监督自己的行为，该批评时就批评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经过李世民和大臣们23年的努力，社会安定，经济恢复，老百姓真正过上了安宁日子，人口也实现井喷式增长。据记载，公元652年人口就达到了380万户。在李世民的带领下，君主大臣和谐相处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，一派祥和富裕的景象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。李世民除了是个大有作为的皇帝，还是一个会打仗的常胜将军。他战无不胜，亲自指挥的战役往往都是以少胜多，一波全灭。当皇帝之前，他被李渊封为天策上将，允许自己招募人才，于是他一手建立了自己的王牌部队重骑兵玄甲军。天策上将李世民的大名威震整个东亚，以至于玄奘大师去印度时还被问到，听说你们国家有个秦王很能打。有仁爱之心的李世民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，他不歧视少数民族。刚上任的他曾说，王者是四海如一家，封域之内皆朕赤子。李世民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出他宽广仁厚的胸怀。他在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，大大减少了民族间的矛盾，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。也正是在唐代，中华民族才有了新的代称唐人。治国4颗星，文化4颗星，武艺5颗星，好命3颗星，综合评分4颗星。